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实现创富的梦想，有的人只能赚小钱不能赚大钱，有的人赚了钱但是太忙太辛苦，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投资项目而不知道投资系统。那么在商业模式日趋成熟的今天，您的企业是否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发展瓶颈，或正在经历最为艰难的困境挣扎？您是否深陷纷繁复杂的事物，而享受不到金钱带来的自由和幸福？国际讲师艾默老师为您讲述企业赢在今天，并且赢得轻松、赢得持久的秘诀，引爆您的创富潜能，打造您的创富系统，帮助您的企业做大、做强、做久。今天你之所以感觉到赚钱难，是因为你一直在投资一个项目，没有投资一个系统。你今天之所以感觉到赚钱难，你一直在赚钱，但是没有累积赚钱的能力。你今天感觉到赚钱难，是因为你一直在花钱，但是从来没有改变对待金钱的态度。今天，机会每一天都在你的身边出现，只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它换了副面孔，使你不再认识它。今天，失败也每一天在你的身边出现，只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它换了副面孔，使你不再认识它。机会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脚下，你只有通过系统创富，才能够把握住迎面而来的新的机会。很多企业家问我说，艾默老师，为什么我们企业做小的时候很轻松，做大的时候很难？为什么以前赚钱比较容易，现在赚钱比较难？很多企业说，为什么我们做小的时候可以驾驭，做大的时候就难以掌握呢？其实赚钱是一样的，现在人类财富平均每5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了。所以今天你我兜里有没有钱，有多少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了解下一个5年财富分配周期的法则。那么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一个过程呢？那就是从最早的时候，人们是靠意识赚钱法，那时候玩的是胆量，靠的是勇气，别人不敢做，他做就赚钱了。但是当大家都来做同样一个生意的时候，谁会赚到钱呢？我们企业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靠技术。大家都来做，谁能赚到钱，取决于谁把这件事情做得够好。但是产品同质化到来的时候，当大家把一件事情做得够好的前提下，谁会赚到钱，就取决于谁会宣传，谁开始做广告。所以中国第三段的企业家开始比什么呢？开始比点子，玩创意，开始做广告了。等到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开始做广告的时候，谁会赚到钱呢？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开始比营销。因为人们突然发现，产品、价格、渠道、广告只是促销当中的一个手段而已，人们开始借助营销把自己的产品跟服务透过渠道到达终端，到达消费者手里。等到大家都靠营销赚到钱之后，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呢就进入了第五段。第五段靠什么呢？第五段就靠公共关系，内求团结，外求发展，开始提高企业的知名度、美誉度，塑造企业的形象。这五段的企业家我管它叫显性的企业家，他们表面上做的翻江倒海，但是表面下做的风平浪静，他们注重技巧，没有注重真正的素质。于是中国的企业家就迎来了第六段。第六段靠什么赚钱呢？就是靠服务。各位还记不记得海尔是怎么起来的？海尔就是靠服务起家的，并且为了维持一句真诚到永远，这个企业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。那么大家都会做服务，谁会赚钱呢？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七段。第七段靠什么呢？开始比品牌，从商标注册的保护到品牌的塑造和传播。等到大家都会做品牌了，谁会赚钱呢？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八段。第八段靠什么呢？开始靠文化。我们突然发现，我们是先听到松下幸之助的故事，后买到的松下电器；先听到麦当劳的故事，后吃到的汉堡包。文化重不重要呢？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很多企业老板开始思考，
我企业的愿景是什么，我的使命是什么，我的价值观是什么。等到大家都会做文化了，谁会赚钱，就诞生了目前中国市场上现在的企业家开始比什么呢，开始比资本，比金融，玩风投，玩私募。你看现在两个小孩打架都透了这样一个信息，以前两个小孩打架是说我爸爸能打过你爸爸，现在两个小孩打架是说我爸爸能买下你爸爸。在今天市场上，很多人之所以成为首富，之所以在行业当中成为前三名，大多都是借助资本市场才建造了企业的位置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，下一段的企业家靠什么。如果今天我们了解了下一段企业家他的走势，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深陷困境的企业家，既会今天成功，依然想永续经营做大做强的企业家，就可以发现更好的一个前途，进而找到他的路径。所以带着这个问题，97年我去了美国，99年定居加拿大，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，我考察了40几个国家，终于得出一个结论，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，赚钱的生意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拥有系统的，像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星巴克、沃尔玛、路易威登、可口可乐，他们的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系统，他们靠输出系统去赚钱。而第二类的生意是花钱购买系统的，像开麦当劳分店的、可口可乐分厂的。也就是说，当市场经济发展到成熟跟有序的阶段，就是未来中国的15年，赚钱的生意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拥有系统的，一个是花钱购买系统的，别的生意都是轮流交房租而已。所以我正式的预测，中国第十段的企业家靠系统。今天你要想赢，一定要把握系统的命脉。今天你要想赢，一定从导入系统、打造系统并且扶持系统开始。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要想更强大，要想更长久，要想更赚钱，只有一个出路，那就是打造我们的系统，或者花钱购买系统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做一个企业，你要想赢，一定要赢在系统。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家都认识到，要想赢就是赢在系统，但是怎么样导入系统呢？我们做的第一个步骤叫做清点库存。怎么样清点库存呢？在你企业当中最重要的是有三个要素。第一个就是想法。什么是想法呢？想法就是战略和品牌。第二个就是做法。什么是做法呢？就是企划和营销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很多企业想法想得很正确，甚至想得很远，做法也做得很得当，甚至很有效，但是缺了一件东西，致使劳动力成本提高，效率低下，做不强，做不大，做不久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解决心法。企业的心法是什么？是团队和文化。企业的心法是什么？就是老板的心智模式。当有了想法、做法和心法，再插上两个翅膀，这面的翅膀是资本，这面的翅膀是系统。当有了两个翅膀之后，企业就腾飞在即了。今天对一个老板来讲，你的心智平台最重要。记得在我的课上，有一个新加坡的老板来上课，他经过了我们系统创富当中一个游戏，他非常感慨地说， M 老师，这些以前的错误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呢？我说很简单，如果你能发现，你早就发现了。因为在我们互动的游戏当中你得以发现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品牌系统创富的课程。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盲点，每个人身上都有误区，我们凭什么来做决策？我们凭什么来决定经营一个项目？我们凭什么来制定未来的战略方针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老板本身的定义、假设和结论能力。但是今天为什么会赔钱呢？今天为什么企业会亏损呢？今天为什么应该你抓住这个机会你没有抓住呢？是因为任何人的身上都有盲点，都有误区。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，没有经过这样的游戏，你是发现不到的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的结论并不代表事情本身的结果。通常有四个障碍阻碍了我们的老板创富。第一个，人们不相信一件事情；第二，人们不相信别人；第三，人们不相信自己；第四，人们不相信系统。而通过系统创富的游戏当中，很多的企业家都感受到，原来我的结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，原来我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想法。你只有今天开放你的心胸，接纳其他的可能，进而了解到事情的本来的面目，你才能挖掘到自己的潜能，进而找到未来企业成长的空间。所以今天你赚到的钱只是赚到自己的钱，没有赚到市场的钱，没有赚到借力的钱。你只有今天敞开心胸，借助外力，才能够消灭你的误区，消灭你的网点，赚到市场当中你本应该赚到的钱。这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借助系统。更多精彩尽在爱默老师系列光盘之赢在系统，努力工作，敬请您的